音乐课程很枯燥，这是我们发现的问题。现在的学习课程太无聊，我们希望能让学习变有趣，这是我们想解决的问题。研究与讨论后，我们最终想出了一个最佳情境，就是学习课程不枯燥，减轻课业压力，学生开始喜欢上学。那我们要如何达到最佳情境呢？我们可以借由五种科目的学习游戏活动，让课程变有趣。接下来是我们整件事情实际去执行的部分。我们整件事情实践的规划，先做了一张针对老师看法调查，接着设计出了这个冰火游戏，让同学们一起玩，然后制作出了一个单子。那我们先看看就是，知道冲击石蜡的机器是什么？看到就是，听到问题是。